有充电了，还有两颗电池呢。买新电池了。对啊，这样好。好，不要吵了，这个要先藏起来。啊，生日快乐！圣诞节，两个大男人在这边一起过圣诞节，好悲哀哦，好可怜哦。今天是要干嘛？今天是没有。对吉他，塞满他的页面，留言留满。不要，我开玩笑，我刚刚是按摩脸部，你误会哦，误会。哎，凯洛，我认识你也认识了一年多了，对，还要算啊。其实我今天有准备一份礼物要给你。一定是大片一类的，不是情趣用品之类的。那不错了，现在就可以录来玩玩。不行，不能录，是这一个。哇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把封面对着镜头问我看。这是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然后把封面对着镜头。你可以看后面的标签，然后那么远，字那么小，跟鼻子一样。来，你来念念。化石巧克力，哎呦，不错哦，还上面写圣诞款。它是那种巧克力拼成的，还是说？它是那种要敲碎，它是那个以前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，就是那种敲巧克力的那一种。你说像是那个科学博物馆，科学博物馆，它都是要科学博物馆砖，然后它会要你拿一个锥子这样敲敲敲，然后会有东西。对，是那一种的。哇，那我们现在硬拿来打开来看看，它也是圣诞款的，你看它有戴什么圣诞帽。所以我打开里面敲出来也会有圣诞帽吗？没有，刚好假期，大家看看。打不开，我放弃，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哦，好香，有没有？你要给各位看，他还送给西耶，他你只会看到一片黑的，也是啦。他工具是送铲、锤子跟画笔。他还说要注意使用安全，不管他，最好会有人拿这个擦别人呢，干搞不好有啊。那这就是好香哦，粉体是不是有融化？它是从冰箱拿出来的吗？没有，它是从箱子里面拿出来的，我没有冰箱。那可以的。而且这个给我是来工商小的，超过没有，他是讲对。这才不是铲子的用法哎，但我没用过铲子、喔，不是吗？小学我也是有挖过土的，好不好？好硬啊！等一下，硬到靠背，这也敲不碎啊！你看，这也好奇怪啊！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我们今天是要拍影片，你们到时候拿到这个的话，你们买到你直接放微波炉啊！不行，他们又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想吃的感觉有啊，而且我想放微波炉里啊，我可以帮你扫，干，扫屁哦、喔！裂开了哦！哎呦哎哎，真的是铲子有用哎！哇，天，你是考古学家，看我好棒啊！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它里面是中空的，一整块的巧克力盖子，你懂吗？不，你们绝对不懂，没有玩。它是这样子啊，这边是整块巧克力，那块给你干掉这个。考古学家一定没那么爽，因为他们是挖真的化石，他们也不能吃土。没错，不过他们确实穷到快吃土了。你有没有加油？我帮你加倍。我刚刚有感觉出来，有，全部都裂了。完美，我们把这先搬开好了，让大家看那个它妖孽的样子，有没有？哇，好帅哦！哎，那巧克力粉好的啊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你已经把它斜的，对，倾斜了啊。各位观众，它原本应该是这样，来，整个埋起来。它原本应该是这样。像很超白痴啊！他原本应该是这样，然后我们不知道，哎，蟑螂在哪里？然后这样，有蟑螂，有点兴奋这样。我是在那个什么疯狂麦克，我是在那边买的。然后他是说这个是很受欢迎的圣诞节送的礼物。他那网站会说哪个公司是比较不受欢迎的？也是啊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刚刚吃了一些，我是觉得这个巧克力太多了，普通巧克力啊，对，就普通巧克力，可是有点多，吃不完，我们刚刚吃了三分之一不到，真的是不到哎、欸，吃不完，拿去送给明年就交换礼物的下一个，那不行啊，让他吃完，凯洛来干嘛？吃完，跟大家送你的，好、哦，谢谢，不客气，好开心啊，是不是？啊。还硬要用手揉撞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不要按订阅啦，不要按订阅啦。对，可以按我的订阅，然后凯洛的，然后可以看看我其他影片啊。如果你们有想要我们拍什么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啊。差不多了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